每一滴李锦记酱油都是大地的恩赐，每一只李锦记挑选的鲜毫，每一粒采用的黄豆，都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大地运行不息，日光、和风、沃土、绿水，赠予我们如此丰富的礼物，已成就了李锦记这个家喻户晓的百年品牌。我们有逾200种产品行销全球，从农田到餐桌，我们一丝不苟，严格遵守100减1等于0的品质管理理念。我们从未视成功为必然，因为我们深知，成功全赖地球的厚泽。万物生生不息，李锦记这个百年传奇才得以延续下去。对李锦记来说，可持续发展从来都不只是口号，我们以实际的行动保护地球。我们减轻玻璃瓶的重量和推出大包装以节省物料，我们重用经处理的污水以减少用水，另外建造湿地公园以净化污水。我们在厂房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，如太阳能和地热能，亦可将剩余电力供应给当地居民。我们与农民合作，推行良好的耕种方式，创造共享价值。我们对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不懈努力，获得多项国际认证。思利及人是李锦记的核心价值。我们致力将可持续发展拓展至社会和员工身上。我们成立希望厨师项目，鼓励不同地区的青年学厨圆梦。作为亚洲最佳企业雇主，我们为员工提供全面的培训，并鼓励员工健康、家庭与事业并重。我们深信，李锦记得以继往开来、永续发展，就必须认真肩负对环境、社会和员工的责任。我们认真对待，是因为我们真正在乎。